三档还剩59天，昨天直播捐了8个亿，也直接从40来到了43，总资产也从27亿来到了13亿，但是破产也阻挡不了我捐海拉的步伐。破产了没有钱捐海拉了怎么办？那我就去收点利息炒作。不要害怕被删呐，因为我会出手。为了确保真实性，我会每天直播捐出1到5个亿，直到捐到破产为止。就算破产了也不怕。